第34届全港公开排球锦标赛2014女子丙组初赛的赛事已经展开。在5月10日星期六的下午3:30，宝林常率领的玉清将会在天辉路体育馆迎战严峰。记得去支持下宝林常和他的玉清啦。至于想知道更多关于排球的资讯，就更是收听 Molly in Action 啦。足球解读重新出发 ，Only One Radio 一触即发。大家好，我是 Nell 张学仁。翻翻嚟啊！无啦啦，我好快咁终结咗飞马场。飞马冇补充噶嘛？系嘛？冇啦，冇补充啊！梗要去神曦对南华。神曦对南华，神曦对南华咪0-0咯。啊，佛诞嘅一个特别场。咁咪讲完咯。讲咩完啫？你又话好好睇斗功，好好睇你有睇咩？你冇睇嘛？我冇睇啊！冇睇翻工啊！系咯，系啊，你明明辞咗工啦咩？未啊，未 confirm 我 last day 嘛？你应该话你问佢问错嘛？你唔识问嘅真系，你都真系醒埋，你真系唔识问，咪咯，咪唔识问得咯。唔好唔答啊，我答咗啦。咁我问你啦，黎公子，咁啊场波你话好睇，点解好睇？好睇，咪一样嘢就系佢哋两队都几放开嘅，系哦，即系 open 嘅，好 open 嘅系两队都互砌嘅。咁呢几日有冇地震啊？冇啊，啊冇，冇。啊，咁即系证明肥佬冇落地啦。啊，系啊，系啊。不过呢个蝴蝶效应咧，都系相当厉害嘅。隔几日先有嘅喎。所以问笨呢几日咯，系咪先？咁啊，但系有几个波啊，咁啊，肥康即系几都 OK 嘅，佢封到单刀。即系唔好，我唔明啦。咩？我唔明点解有人话点解会用肥康守门，唔用阿黄志谦啦。啊，不如或者咁讲啦，究竟有佢睇咗神曦今季嘅波有几多场咧？系啦，咁但系如果我会咁讲咯。如果以我睇过神曦嘅波嚟讲咧，肥康系个表现的确系比黄志谦好嘅，稳定啲啦，起码。黄唔系啊，始终话黄志谦系出嚟新，好新嘅，出嚟新。另外佢好少犯错，嗯，真系冇犯错，嗯，一系就救唔到咯，啊，救唔到啊，梗啊，救唔到咯，系咯，系咯，但系有啲你谂住佢救唔到，佢又救俾你睇，系啊，咁令到呢场波啊，咁我记得就上半场，南华嘅阵容咧就系波力斯，卡古达，跟住中间肥马，傻邦，左边系，突然之间唔记得咗添。左边系边个咧？李康廉、李伟廉。系啦系啦系嗰啲啦。我都系嗰啲。啊冇伟义啊。系啊冇伟义。我唔要啊唔要攞嚟啊喂。哦咦系上场对东方佢都冇出。唔要攞嚟喂烟喎啱用喎。哦，但系可能佢要第二个嘅啫。唔系。即系咁讲啊！如果唔啱攞嚟啊嘛，佢出波好啊，佢啊系，佢出波俾阿老乜都好食咯，俾麦基组合啊嘛，麦基组合啱食噶呢个，子成摆翻右边又得，两个打交叉又得，系冇问题噶，好啊呢个好嘢，要啊，实际啫，传闻嘅，唔系佢咁啊实际啦，佢啲波实际，系啊咁下半场咧就更加激烈，系咩？因为咧就掹起咗尼玛，哇！摆层出来，摆层出来，佢识嚟终于，唔系佢试嘅其实，佢咩啊？跟住摆四个前锋好似啊，摆埋郑丽轩啊嘛，系啊，系啊，佢试嘅其实，佢试嘅，系前面摆大巴士啊嘛，谂住系啊，哦，佢撞佢冲，哦，唔系嘅，前面摆大巴士，佢如果。咁四個就比阿鄭麗軒同阿 Black 比較前少少啦，咁啊卡古特同阿陳七就厚啲，搏下腳咁樣啦。嗰樣點樣講咧？技術層面就冇乜亮點嘅，都係兩邊係咁轟轟轟咯。肯定啦，神曦都係咁，應該係咁踢噶啦。咁啊，尤其是神曦啦，神曦又一到射唔到，佢誒走啊，係咁啊，係又係踢波咯。咁啊望住阿李好中意嗰個咧。
誒呢個連拿度啊，連拿度啊，盧高啊，兩個望住佢兩個，連拿度好嘢嚟㗎，係啊，信我啦，我冇話佢差，不嬲話佢好嘢㗎，不嬲話佢好嘢㗎，係啊，好腳法㗎，有，咁但係好快乾咗啊，連拿度好快乾，去到七零分鐘佢冇，我覺得佢係一應該都係係咪一路以嚟啲外援嚟香港啲大問題，係重傷過之後。keep 唔起個，即係操唔翻呢個態。唔知啊，我都係反而係香港個操練太過輕騎，操唔起佢啫。哦，我有可能咯。即係我只係覺得呢樣嘢啫。佢唔 fit 嘅。嗯，係。但係就幾辛苦嘅。咁落埋阿反而咧，阿美高。美高中場嗰個啦。美高嗰個表現咧，係我會俾 MVP 佢。哦，係。即係無論佢防守啦，或者係中場嘅串連啦，控制個時間嘅 timing， 佢點樣唞氣啦，點樣快放籃下啦，佢控制得唔錯嘅呢個球員，即係睇得到籃下個弱項喺邊一度嘅。咁啊就專搞嗰啲弱項嘅。咁啲弱啲阿連拿度亦都好識得配合喺啲弱項嗰度搞嘅。唉，佢梗係。專做嗰飯㗎啦，係啦，咁啊，高波嘢。另外一個就係個啲僆仔點樣？神呢啲僆仔，阿軒仔好好，軒仔好好，貝奧好差。哦，正常。貝奧一路以嚟都，貝奧因為佢所以都係後備咁解咯。都係貝奧真係好差，一個華人球員都不如，我覺得佢個能力同個狀態都係嚇呢個差。軒仔打得好係都幫助好大嘅。軒仔個走動唔錯，同埋佢有一樣嘢，佢喺啲。比較有壓迫的時間，因為籃下都會有壓迫的，當然啦，有啦，即是他慢慢就我都講過，他的前場的壓迫是比較季初有好的改善的，在有壓迫的情況下他都夠膽 hold 個波，這個小朋友不錯，我覺得他有能力，如果 keep 住這樣的進步，他有能力在香港隊拿一個職位的，哇，我覺得他得的，這個小朋友是即只要佢持續發展係有向上啦，當然唔好停啦，即咁按翻個比例咁慢慢上嘅，OK 嘅呢個。咁睇下東方會唔會收翻佢啦？我相信如果好睇高層，我亦都唔想佢翻東方嘅。如果係神希有得踢嘅，後生仔永遠都嗰個有得踢，梗係揀踢。系啦，同埋神希一定系今季都俾好多機會俾啲後生仔嘅。你話張國明啊，或者張夢啊，張夢啊，嗰幾個張夢係啱啱今季啊半季先嚟啫嘛，都係比較新嘅球員。張國明就有啲失望啦。張國明係失望啊，佢有啲波做啲判斷比較曳嘅。係，咪始終都係個經驗。係啊，個判斷如果好後生嘅，其實佢判斷有幾一兩腳波咧，判斷得好啲咧。神希可攞多一兩腳射門啦，唔敢講入波啊，嚇有機會搏流山啫，係真係嘅。阿輝個表現唔錯嘅呢場，係反而上半場嗰啲高波唔知係咪落雨啦，係，佢都打啲手槌咧，打得麻麻，係啊，打得麻麻咁，但下半場 OK 噶啦，OK，同埋而且依舊啊有火啊，打定啦，佢仍然都係冇火啊，咁啊今場亦都冇人啊，八達通啦。哦，系咩？系啊，咁咁冇嗰邊冇啊嘛。冇嘛。冇人啊，八達通啦。嗰邊冇人出。咁OK 嘅，其實整體兩邊個表現有攻守咯。即系我會覺得啦，我近呢幾個禮拜睇波咧，呢場算好睇。OK。算是好看，因為大家兩隊波的表現都不錯啊，或者好多球有啲嘅球員都表現都 OK。同埋佢哋幾想贏嘅，去拼嘅，即係佢哋唔已經兩隊波都唔諗防守，即係我搏冧你咪冇咯，你咪冇嗰啲咯，但係你咬我又難嘅嗰啲咧，咁冇啦 OK 嘅，幾緊張嘅呢場波，同埋要開燈嘅，開燈肯定要啦，要開燈嘅，所以你冇睇嗰啲係走寶啊。咦，咁啊，神希有一場啦，咩啊？嚇，即係講緊我咯，唔係講你，你翻工都點會睇唔到個 live 咩？我咯，講我係啊，即係佢係走寶啊，潮汕走寶啊，潮汕佢好死唔死同死去睇流浪隊公民？唔係啊，唔係，我話流浪隊南啊，流浪隊南區，咪呢場冇辦法啦，時間睇唔到，係啊，冇計。即係竟然係咁樣啦，爭咁遠啦。係咯，總之揀呢場啦，即係如果要揀呢場啦，識揀一定係揀呢場，揀梗係揀呢場啊，大佬。唔係咁，
咁啊，咁啊，呢个尾二嘅一轮嘅联赛咧就完噶啦喎，完噶啦，系啊，尾二嘅联赛，咁就喂，我而家联赛榜咧就都好混乱下噶，尤其系个争个第四名啊，第四乱嘅，哦系啊，前四打欧联啊嘛。哦，阿希斯亚赛啫，系咩？唔系咩？欧联就第二啲吓，咁样嘅。唔系嘅咩？咁啊，讲下啦。咁咧就嗱，杰志又攞冠军啦。咁咧就已经呢、這个已经甩咗噶啦。咁就讲翻呢个嘅第二位咧，就系而家系飞马29分，就同南华一样都系29分。不过咧对赛成绩咧就系飞马系一胜一和咧就较佳，就西排第二，系南华排第三。咁而家就流浪咧就系排第四嘅，21分。東方啊，同佢一樣有一分嘅，不過又係輸呢個對賽，又係流浪，又係一勝一和，咁所以排第四，東方第五。嗱，神曦就19分，第六喎。哦，神曦第六啊，係啊，19分。公民第七，係18分。十八分。咁最後一輪咪咩咯？南區18分啊，都係。南區18分，元朗就冇機會啦。好啦，一係17分。咁去到南區呢條線都有機會上前四嘅喎。第四名咯，第四名咯，系啦，冇错啦。不如讲下嚟紧呢个杀科啦，即系联集教足联赛杀科今届嘅。星期六啊，六日都有波睇。咁星期六有一场无关痛痒赛事啦，点都要讲讲噶啦。吓，因为都要补翻个赛程噶嘛。就听日就系星期六2:30。诶，10号啊，10号嘅就下昼2:30就系呢个喺深水埗啊。唔好去错旺角啊。啊，虽然杰志主场啊，但系佢转咗深水埗噶，啊，因为佢话要保养个旺角场啊嘛。咁佢唔想禮拜六又踢，禮拜日又踢，跟住禮拜三又踢啊嘛。系啦，咁就去咗深水埗嘅，咁就系杰志对横滨，咁就系呢个呢场联赛，咁就深水埗啊，记住去深水埗，咁就跟住禮拜日咧，哇，犀利啦，咁啊四场一齐嚟，咁就慢慢讲啦，咁就系都系2:30嘅，禮拜日嘅11号，咁就系都系2:30四场一齐开波，就系首先咧就系呢个南华对公民咧大球场，咁旺角场咧就系飞马对流浪。深水埗咧就系、是、东方对元朗，咁去对青衣啦，就系、是、神曦对南区嘅。哇！咁不如我哋神曦对南区系啦系啦，咁不跟住咧呢咁呢个就咁去到礼拜日咧，就所有嘅联赛就今届嘅联赛就杀科话完晒噶啦，系同时间开波。系啦，礼拜日同时间两都系2:30，下昼2:30系啦，留意一下啦。大家选即系根据你嘅喜好啊选择啦吓，真系要真系要拣一场波睇啦吓，或者你睇电视都得嘅。四场都播晒嘛，咁硬系咪凝聚紧咧？好似上年咧降班，降班我仔，降班嗰啲咁样咧要。咁啊，今次啊争前四咯，系咯，争第四名咯，系咁讲。打欧联咩？咁紧张有咩啫？识拣啊，梗系拣前四啦。啊，有气氛啊嘛，但系佢又分散咗咯。冇办法噶，咁你公平噶嘛？公平噶嘛？系啦，咁公平啱嘅。咁不如讲下啲联赛先啦。咁啊，杰志对横滨，喂，但系有冇得踢先得噶？呢几日咁大雨，冇话冇得踢噶，真系分分钟。你好似琴日啊或者前日，想又创又唔系创造历史咁啊，可以举下牌咁样话，可以全季不败咁。哦，咁咪不败不败咯，和波啦，由佢咯，和波啊，哦，和波得嘅，和波，因为杰志呢个目标都唔系呢一场，和波佢都够早啦，一定唔系呢一场嘅，杰个目标系啊，和波啊，和波啊，和波咁就跟住就我就估杰志赢啦，少少地啦，或者小胜咁样，难啲咧，因为落雨难场嘛，深水埗，或者佢可能出阿亚历士啊、安基斯嗰啲冲得快嗰啲咧，亚历士一定出噶啦，系啊，礼拜三亚协啊，冇错。咁就一定要可能利用呢場波嚟到試一啲嘅球員，真係喂亞協真係今季嘅目標嚟噶嘛？16强一定要係香港唯一係啦，香港唯一就有機會要衝一衝呢個。你笑咩啫 ，Wocky？ 咁係唯一啦吧？咁零平水嚟繼續踢噶嘛，大佬啊！係咯，冇嘢咁啊，繼續講啊！系咯，咁另外一隊又進唔到級咯，咁冇辦法，咁唯有傑志噶啦，睇下點啦。咁啊，讲翻礼拜日啲联赛嗰四场一齐嚟嗰场啊！礼拜日，即系南华对公民啦，南华对公民啊，南华咯，公民咯。咦，我估和波，和波都有机会，我觉得似和波，即系我觉得有样嘢就系，无论人唔人情味情唔情义结都好，即系撇咗反唔反南都，我觉得公民会倾尽全力，因为杀科啊嘛。如果公民唔再留喺顶级联赛嘅时间啊。
呢場波就係佢哋一個歷史嚟嘅。係啊，應該我覺得佢哋會傾盡全力贏波。咦？可能呢個係賣點嚟嘅。調翻轉頭咧，如果即係佢球員個心態，當然係想公民繼續搞啦。嗯，係咪？咁但係佢哋只可以做嘅嘢就係踢好啲贏埋呢場波嘅啫。就好似阿細佬話齋咯，踢好啲波先。季尾嘅事就即係會最後會點啊？先算啦。咁可唔可以睇感動到公民嘅高層啊？啊，唔系都话唔班高层，即系咁讲，大家咁讲啦，即系咁讲啊嘛，即系球员只可以做嘅嘢就呢样嘢啦。但系会规嘅嘢有得改都可以改到嘅。希望佢啊咁咪宿舍继唔继续嘅咧？咩？我个咁阿 Pass 咁点算咧？哦，系咯，水樽楼梯啊。哦，系阿 Pass， 系啊，见亲嗰只狗仔我都好开心噶。系啊，啊唔知点解，好中意嗰只，好过瘾嘅只狗仔。系啊，虽然阿富仔成日闹佢。好似不知几锡佢，其实好锡佢嘅，应该不知几锡佢嘅。唔系点解成日抌啲相上去 Facebook 啫？系啊，即系日日见面咁滞。系啊，系咯，最锡系佢，抌咗几添歌咁滞。佢老豆嚟啊，即系咁讲吓，即系个意思。所以我会即系觉得系公民会看高一线啦。第二样嘢，依家篮网我都睇紧佢，就系不断咁紧试紧嘢。系。嗯，佢个唯一个目标就系，因为阿协资格赛佢肯定有得踢噶啦嘛，有得踢啦，佢肯定有得踢噶啦嘛，所以佢就会不断咁试咯，试到最好嘅阵容，嗯，跟住摆落去阿协资格赛里边去争，系啦，系啦，就系咁啦。咁就或者就讲埋呢个旺角啦，就系飞马对流浪啦，飞马对流浪咧，咁我估会都系，我觉得有机会飞马会赢嘅。哦，咁样，即系飞马点样讲咧？流浪你头先冇 T 市差好远，冇 T 市啦，冇咗祖二啦 ，T 市影响太大啦。即系虽然 even 祖二个能力系比较弱咗啦，今年底，祖二有样嘢好嘅就系佢个头场未退步，系呢个呢样嘢佢未退步。咁如果冇祖二，你知道拉斯石幾咁高噶啦，嚇啲頭槌幾就犀利啦。咁但係杜馬斯同斯安奴都 OK 嘅。我咁睇啦，即係少咗高佬啦。咁沙拉多納係咪可以凍結到居然子咧？個兩回事喎。即係佢能唔能夠凍結佢咧？即係如果能，活動能力都唔及居然子啦。即係如果能夠凍結到佢咧，咁我覺得就有機會咯。但係以我睇沙拉多納，即係艾雲啦，啊足中型艾雲個狀態或能力就難啲，所以我覺得會放生咗居然子咧。嗯，飛馬佔先機多啲。我都係睇係冇 T 市嘅流浪咧，就影響好大咯，真係影響幾安穩嘅，我覺得嚇、啊。即係因為嗰、那個嗱飛馬嗰個防線，佢哋比較怕啲力量型嘅嘅中鋒。即係有衝刺能力嘅中鋒，咁依家冇 T 恤，最大舊嗰件都冇埋。啊，米盧啊、史南域啊，同埋林浩希都係上腳啊，有技術嘅。係啱曬啊，摩維治啊。係啊，摩維治同阿殺曬，甚至乎佢中用阿賴打中堅。亦都啱喎。都啱用嘅，反而阿賴就最怕啲高大佬。係啊，啲鬥後鬥衝鬥後嗰啲反而驚。係啦，即係呢個我就咁批啦。好，係啦，我都咁嘅飛馬就機會都會大啲。咁翻返有心去補啦，順住條地鐵沿線咁樣，咁就東方對元朗啦。東方對元朗，東方啦。元朗就無無球噶啦，殺科。當然啦。輕鬆鬆咁，我覺得個東方都會試陣，應該不斷咁樣去試。我會覺得東方會一定會留力去踢足總杯，一定噶啦，必定留力踢足總杯。我覺得會和波。哦，你一队会流力啦，另外一队已经放假啦。哦，明白。嗯、元朗无球啦，当然啦。咁就东方睇会唔会有啲新人咧，有啲咁鬼未出过嘅咁，突然之间小胜咯。啊，我都觉得似系小东方会小胜，小但可能有啲新人系从来未见过，可能会见面都未定嘅、啊。所以我觉得和波啦，系啊、嗯，我觉得会和波啦，因为even 佢守住呢一个位，嗯，第五。有冇得踢阿協資格賽咦，咁啊，我哋同我頭先又係咪前傾緊偈？咦，有機會嘅喎，係有嘅喎。誒點解咧？因為咧就同大家都落嚟係啦，因為有得解釋嘅，因為阿協資格賽咧就係一定係要四隊噶嘛。係啊，佢又唔可以話啊，你兩隻杯攞兩隻杯就你又踢曬噶啦，唔係咁嘅。係就係話
銀牌冠軍啦、足總杯冠軍啦，跟住就係聯賽嘅第二名、第三名咧，就參呢四隊波就參加呢個亞協資格賽啦。咁跟如果當中有呢個重疊嘅話咧，就啲位置就會褪咗落去聯賽嘅排名度，即係譬如話第四就有得踢啦、嗯，甚至乎咧第五都有得踢嘅。因為而家咧，你南華就已經第唔係第二第三嘅南華就佢又攞咗個銀牌，一定已經係有資格賽有得踢啦。係啦，咁變咗一定係掟一個位出嚟，係第四一定有得踢啦。但係另一個方面咧，因為你中共杯就係東方對傑志啊嘛。係啊。咁如果無論東方攞又好，傑志攞又好，第五就必定有踢。你點都要掟一個位落嚟。因為傑志一定是踢呢個亞冠，如果仲係啦，就亞冠嘅外圍賽噶嘛，或者亞協位佢一定有噶啦。佢點都亞一個位，又要掟一個位出嚟。無論東方好，傑志好，攞呢個中國杯冠軍咧，第五名掟咗落去，又有機會踢。係啦，只要呢個神曦同公民唔係只要呢個神曦贏唔到波，嗯，咁就得噶啦。哦，嗯，係喎。係啦，只要神曦贏唔到波，公民係啦。赢不到波，系啦，系就得噶啦，冇错，咁就东方就可以，如果东方和波，和波，公民赢波得，系冇错，东方都可以攞到最尾班车啦，即系分分钟系第五名已经系可以踢呢个亚协资格赛咯，系啦，就系咁啦，咁或者去翻去，咁去神曦对南区咯，哇，呢场分分钟，好睇喎，应该，吓，神曦对南区咧，咁啊，因为跟住系大青衣踢啊，系啊。我都觉得系神曦会占优少少嘅，因为有目标嘛。系啊，吓，但只系惊一样嘢啫。咩？子弹系咪可以持续？吓，做消失的子弹啊？会唔会消？但系季尾就枕住出现，搵翻粒子弹咯。搵翻粒子弹，枕住粒子弹都有料到。系搵翻粒子弹，因为子弹个用途咧。好簡單嘅啫，只要你俾個波佢向前，系啊，咁就用得到佢，佢冇第二籠噶啦。但係問題係呢一籠食有得食啊嘛，係啊，即係你令到佢，因為你速度嚟講，你普遍香港嘅後防球員都追佢唔到噶啦，追唔到一定追唔到嘅，普遍係追佢唔到噶啦。即係只可以咁講啦，睇下有冇方法啦，或者喺個企位啊，或者防守遮線上邊可唔可以？壓制到佢，壓制到佢啦，呢樣嘢啦，因為佢但係呢啲遮線呢啲神曦球員咁 fresh 咧，未必得嘅。同埋神曦個後防咧又唔係，其實唔係佢哋能力唔係做唔到，係佢哋個經驗啊。所以我就覺得會教練指示未必咁清楚。會和波啦，佢搞下蘇陽幾好嘅應該。哦，咁樣但係睇下阿連拿度啊，有冇係咪翻翻個狀態，同阿盧高啊又可以繼續做到嘢啦？阿連拿度 OK 嘅，即係。佢係個體能狀況唔好啫，因為盧高啊，今季應該係又係好犀利。啊，即係狀態佢有嘅，係個體能狀況唔好啫。阿盧，我唔記得盧高連拿到咩咧？喺對南華嗰場波啦。哦，一個世界級射門。啱啱嗰場聯賽。啱啱嗰場聯賽，一個世界級嘅射門，我唔記得邊個，睇唔清楚。頭髮定攣？好似攣頭髮嘅，應該盧高嚟嘅。盧高嚟，盧高嚟，長啲就長毛嗰啲就連拿到，佢兩個咁高，心口背住龍門，心口挨個波，個將個波壓翻出去禁區出邊，係個人企喺禁區裏邊啊，禁區頂，將個波壓翻出去禁區出邊，180度，轉身抽射，哇轉身添，轉身窩嚟啊！咁緊張嘅你哋，係啊，係啊，聽緊你講嘛，好似好緊張咁樣。聽緊你講嘛，跟住擦外處出，阿輝係冇得摸，完全捉，望住啊，望住，係望嘅啫，冇呢啲冇得應，冇啊，轉身收射，我想問係轉身收射，龍門企喺度嘅，唔係佢個功架係難在邊咧？佢要個人射翻身出去嘛，係啊，射翻出去嘛。咁啊，因為照計力學咧，你向前啊嘛，係啊，你係咬翻出去，將個力向翻出去，再回翻落去喎。但你轉身收射就龍門就最怕噶嘛，其中一樣。你冇腳影足嘛？但係好行喎波，普通冇得救。啊，咁啊，盧高不嬲係咪左腳啊？左腳。唉，不嬲係盧高左腳不嬲耍家噶啦。啊，真係呢個竟然，哇！我眼前一亮，完全係好。難見得到，好少見得到。依份
你即係捨易取難啊！係啊，咪壓翻出去喎、啊。係啊 ，even 拉斯石幾好波好，波蘭古素幾好波，呢啲 shooter 幾好都好啦、啊。嗯，我都好少見到呢類型嘅波呢幾年係。這個球員本身佢應該係有一定嘅技術嘅。肯定啦，今季好多呢啲波噶啦，佢都有啲即係禁即係禁區頂嗰啲嘅勁射啊，都好多時好危險噶啦。即係你問我就我覺得會和波啦。咁、如果你再問多我一句，夾硬要我稱先一，但係就一定係神希。O K， 因為我覺得神希要反應。係，即係如果你要我要稱高稱低就稱神希。因為睇南區佢自己想唔想搏上去咯，即係咁樣咯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神希個鬥志真係好犀利。乜冷對鬥志都唔乜南區都會有鬥志嘅。即係變咗可能呢場啲四場波咧，我睇咧可能即係好似阿頭先阿 Wacky 話，可能呢場波係最好睇都未定。唔出奇啊，兩隊都想、啊、喂。有個亞協資格賽搏下都好啊！唔係即係球季未完咁解咯。即係南區一樣嘢就係佢班球員即係講明噶嘛。係，如果你有著落可以行噶啦嘛。係啊，係啊，南區個高層咁樣講，但係講明即係佢哋唔會留，唔會整，唔會阻人發達啊嘛。球呢班球員一定會，尤其是外援，嗯，一定會有表現。哇！南區阿迪基圖、阿卡里爾，哇！見到劉迪亞斯啊，仲有你最愛咧，大勇士迪亞斯，唔需要擔心落唔落到班。如果佢肯喺香港，一定有人要咯呢、這個球員。呢啲外援啊，咪你見到都流口水啦。你唔簽佢，即係如果佢話我想踢你隊波啊，人工即係當然合 vision 嘅波啊，個合約都係。你又阿科德希爾又唔簽嗰啲咧，嗰啲高層真係白痴嘅咯。係啊，今季咁嘅表現嚇。係啊。嚇、啊！系咯，即系流口水喎，冇啊，冇得唔流口水喎。即系讲真句，咁嘅球员你都唔识得签嘅，你咪啊饮酒啊去，系啦，去饮酒未？咦，咁啊睇下我哋饮未啦？咦，但饮嘢之前咧，仲有一场波，原来咧都要讲埋嘅。阿雷马嘛，吓就阿雷阿雷马啦，阿雷马啊，哇，香港好犀利噶，佢好似好犀利，好动员咩五百几人啊，乜哇要到五百几啊？动员五百人啊！动员啲印佣嚟啊嘛，即系台湾又有好多地方。东靠近台湾、日本、新加坡。系啊，犀利！动用啲印佣嚟香港撑阿里巴。咁啊，讲下先嗰阵嗰个比赛啦，就系呢个嘅下个礼拜三啊。咁咧就几多号咧？礼拜三首先，11、12、13、14号，5月14号嘅就夜晚8点。不过虽然咧就捉咗个时间未出噶。但系唔知系咪夜晚八點啦？唔係八點又七點半，一般都係呢啲時間。一般都係呢啲噶。咁就喺旺角場嘅，就係傑志咧，就係對阿雷馬呢個亞協杯嘅16強一場過噶，一場過噶嚇。O K， 咁幾阿雷馬，即係楞少少啦，點？我要睇嘅喎，真係。即係楞少少嘢啦，咁講啊。咁啱，我唔記得，即係呢個又係幾特別嘅一樣嘢啦。咁係我。足球點都會諗到時事或者政治嘅，我肯定啦，我本身就係噶啦，我都點都有鼻咁就係、我唔知點解啦，會叫咁多印尼籍嘅傭工嚟香港支持下，點解唔叫嗰邊啲僑民過嚟咧？點解要叫傭工過嚟咧？唔係啊，就算印尼，因為你哋個圈子係依班人。唔係，同埋咧，印尼咧最近喺 Facebook 睇翻咧，哇！原來喺香港度咧好多印尼嘅本，即係喺度做嘢嘅傭工又好，或者係呢度啲有啲印尼人都咧，哇！好多捧阿雷馬噶都。因為我唔知係咪嗱，我唔知係咪佢哋嗰個即係社會階層係。是啱呢班傭工啦，嗰隊球隊啊，係咪呢隊？因為即係唔同香港嘛，可能人哋個全世界都係好多唔同嘅層次，好多唔同文化噶嘛。咁、但係我諗一樣嘢就是、會唔會關事？之前有一個虐待印尼傭工個問題咧、哦。第二樣嘢就係、是、哇！呢、這個好敏感嘅政治事件啦、啊，啱啱。即系我唔知系咪即系大家谂一谂都通识啫嘛。咁当然啦，如果真系发生咗呢件事，系啊，唔系假噶嘛，大佬唔系屈佢噶嘛，真嘅事嚟噶嘛。另外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啱啱印尼，我唔记得总统定总理啦，定边个啦，就再一次同我唔知系咪再一次啦，定系第一次啦。系咁就98年排华事件道歉嘛。哦，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呢件事啊，我唔知道。總之發生了的事就是這樣，是的，種種跡象令到我聯想起這些東西，是的，就是這樣。但是就如果幾給面子的，即是動用到這麼多
地方啊，即係咁多地方，唔係純香港啊。同埋分分鐘咧，我哋好耐冇見啊，印尼領事館嗰啲朋友咧又嚟。哦，係啊，阿領事又嚟啊，分分鐘。成日請人食嘢嘅。啊！喺蒲崗村。嗰次真系犀利啊！嗰次成日请我哋食嘢噶，我见亲人都请我食嘢嘅，好好人嘅。吓，跟住咪最记得个女记者咯，成日。哦，系。系啊，真系 OK 嘅呢个。有个成日喺度访问啲球迷咁嘅。OK 嘅，咁希望记住过呢关啦。一来啦，二来真系咧嗰日嘅保安咧，或者分隔球迷区真系要做好啲啦。咪正常，我觉得 OK 嘅。應該一定要做嘅，冇得話仲好似以前，即係好似今屆咪傑志有幾個嘅嗰啲打野區同一行噶嘛。係啦，呢樣要提一提。舊一區就傑志，即係唔好同一邊看台啦、啊。我覺得，因為你 even 就算你可能話分咗咁，但係你個作客球迷都會經過主隊球迷嗰度噶嘛，先至去到你作客球迷坐嘅地方嘛。如果可以避免嘅，咁你咪畫曬大中帝咯，咁最簡單。大中帝最易啦、啊，最易啦，大中帝最好啦。有消息話係主看台嗰邊喎、哦。我唔緊要噶，即總之你就你唔會去到舊一區嗰邊嘛你唔好擺喺隔人街嗰邊嘛。咩喎、哦？主隊後備席後面喎、哦。唔紧要，都唔紧要，即你唔好摆喺隔人街嗰边嘛。喂，但系你唔好将南华场，你将。南華球迷趕翻過去啊嘛！咩南華球迷啊？你講咩啊？咁佢咁樣畫，你上次南華作客你傑志，你將南華球迷特登搬翻過去，特登搬翻去前啲，唔好喺你作客，唔係唔好喺你嘅後備席後面。唔係啊，九十四噶嘛，好似。唔係咁唔緊要啊！你因為你呢個香港就冇事噶啦，基本上。但印尼啊，不過係啊，你呢個係好大機會罰分噶嘛，如果你出咗任何嘅意外係罰分咪可以罰咯。你影響緊香港足球嘛，咪罰傑志好啦，唔好罰香港足球。咁樣依家sorry 啦，喂，肯定唔會就 sorry 罰傑志咁簡單啦。傑志只會罰錢，但係就唔罰咧，係整個香港足球問題啦。鬼煩啊！唔係冇辦法啊，咁樣嘅。唔係啊，你其實真係㗎，你其實要注意呢啲嘢㗎。你無論係尤其印尼啲即係對足球咁瘋狂、咁熱情嘅地方，唔係即係我就相信應該就唔會有啲咩問題嘅。咁但阿雷馬啲球迷好熱情㗎。唔係即係我唔容光有幾熱情。唔係，但係真係就可以，你可以做得到。即係我覺得係個問題，我理得佢熱唔熱情啦。但係你個 organize 係唔應該係咁樣噶嘛。唔係你做得好啲嘅，你分隔得好啲，同埋可以做得到噶嘛，唔係話做唔到噶嘛。係啊，即係我 even 係咯，你擺大中底咪做最好咯。哇！最搞掂，搞掂啦。係啊，夠十四又得，大中底又得，係咪先咁？最簡單啦，咁啊一定經唔會經過主隊球迷嘅地方啊，咁咪 OK 咯，係啊，呢個要值得諗一諗嘅，一定要諗啦，得幾日時間嘅啫，不過諗佢諗咗啩，要諗咗，要唔諗都要諗嘅，咁好過某啲人啦，人哋作客球迷喺度打係話人鬼叫，邊個話鬼叫啊？屌！边个啫？仲有边个啊？仲有边个咁百口唔贱噶？系边个啊？点唔系？我真系唔知喎、啊。我真系唔知咪后话你知。唔系都唔紧要，咪唔紧要，咪后讲都冇问题。最紧要咧，佢咁样串一串咧，就搞到队波就弯咗。呢咪后讲，咪后话你知，咪后会话你听噶啦。唔系，我相信有啲球迷好想知。咪后话你知啊，唔开得名。梗系啦，咪后话你听。有冇啲暗语？咪头先都我已经暗语咗噶啦，头先。系啊，得噶啦，得噶啦。啊，总之唔系杰志啊。啊，唔系杰志，一杰志唔系一杰出咗线啊嘛。啊，杰志出咗线啊嘛。唔系杰志，系咯系咯。嗰啲啊。喂，系咯，冇啦。咁啊去到尾声啦。喂，下一集噶咯，睇下点样啦。下一集。即系唔知有冇新闻，即系希望有新闻。下集会嘅，会继续嘅下集。啊，同埋咧咁多波，应该好多新闻嘅。下集会继续嘅。其实咧系 at least 去到季尾嘅。下集有嘅 ，O K 嘅，个球季都未完，系咪先？冇错，仲有足总杯啦 ，I P C 决赛等紧我哋噶嘛。我再喺度再次呼吁啊，咩咧？有听众中意上嚟广播，快上嚟，快啲报名啊！系啊，即系正所谓咧，就听一集少一集嘅。即系都系嗰句啊，我真系挨唔住啊，好病啊，吓咩？挨唔住啦，好病啊！好病，咁去医病先啦，咁。系啊，要医病嘅，睇大夫啊，真系。吓，咁去揾大夫先咯，我哋。系啊，咪再过十二点好鬼。你嗱声啦，嗱声啦，咁啊，下集再见啦吓。好啦，好啦，拜拜。
多谢你收听 Only One Radio 的节目。想知道更加多的节目内容和收听其他节目，可以登上www.onlyone-radio.com。